陈品妮小朋友，你躺在婴儿床做什么？哈？那是海苔哦，海苔好吃吗？你要说好好吃。脚还踢踢哦，这么厉害哦，这么会踢踢哦，我们要吃吃。啊，吃吃，你在舔海苔哦，你在舔海苔还是吃海苔？阿杰什么？你在阿杰什么？只好大口，哎呦，整块塞进去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这么大的，等一下吃冬粉好不好？那好哦，妈妈煮冬粉给你吃，好厉害哦，塞这么大块，你要参加大胃王比赛哦，好啦，还有一块哦，折一折，好厉害，折一折，整块塞进去，哎呦，这么厉害，哇，好棒哦，好啦，我妈拿水水给你喝喝咯。我们等一下吃冬粉跟臭豆腐，好不好？那好。